一二三，好，第一题 Dennis 代替大家问 Ella， 成为再次成为 APM 代言人的感觉分享一下吧。我感觉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一直在传达的理念跟我的人生观念非常的谋合，然后这次像我生日会也把 I want to be what I want 啊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传达给所有的歌迷朋友们。对，真的是你那次比较难低一点的，对，再低一点点，哎，这样子最多。对，所以就很开心啊。谁啊？跟谁撞到一起啦？哇，那很好啊，你们赶快过去。没有哎，没有，因为其实可能今天是好日子，对，今天真的是好日子，然后也很适合剖腹产，乱讲一通。啊，没有啊，因为其实那个刚好厂商们选的时间，这个也没有想到，无所谓啊，反正表示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表示我们认真美好，越来越好，以及进化娱乐的业绩蒸蒸日上。自己还没讲，好好笑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是先看到他，分享生日快乐那个影片，从后面环抱住他，哇，好浪漫哦，在船上夕阳这样斜照，啊呦呦，就没想到下一刻，李白大哥就求婚了，太 surprise 了，很为他开心，真的。没有，我内心有很大的祝福，就是为他开心，对，现在就是他们小两口纯净的时候。别传简讯打扰人家，真是。我想一下，我去问什么？你问这干什么、啊？那，哎，你们仔细想想，我被求婚是七八年前的事哎。其实我结婚很久了哎。然后我的求婚其实也挺浪漫的啊。我老公就是做了一个小本本，你们确定要聊吗？这可以讲很久。他就做了一个小本本给我，上面剪贴了我们各式各样出去玩的照片，然后每张照片旁边呢都还有一些注解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些错字，比如说队长的队，他会把那个耳朵写到右边去，就是你知道他会写字文字能力有问题，你确定要聊吗？可以继续聊。然后呢，谢谢你打断我。他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贴心的人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像现在有了孩子，他的贴心是另外一种，因为他有发现我喂小孩吃饭非常没有耐心，因为我自己吃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快又急的个性，然后呢我老公就看到这一点，可是他对小孩就是非常有耐心，所以他真的可以坐在那边跟他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然后把饭喂完，而且在喂饭的过程中没有不愉快，幸宝是跟他边玩边吃，然后真的吃得完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他就很贴心的跟我说，以后喂饭事情我来，你在旁边就好了，是不是很 sweet？ 哦，我跟他没有到这种私交啦，其实对，而且这种事情他应该也不会跟我聊啦。怎么样？你现在去访问杨丞琳吗？感动到不行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在上面，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后来知道舞台是这样设计，然后三个人没有办法看着彼此，其实那个就会觉得有点不安全感，这样子。尤其 Selina 真的，他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可是后来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，还是我们唱最后一句的时候翻过来看着彼此。这可是我们自己想的，但是那也是我们想要做的，因为真的觉得。我们虽然现在各自好像有自己各自的人生的发展，但最终我们都很认定彼此，所以在最后那一刻的那个转身才会那么的动人，因为那个感情是真的。对，他如果想生儿子的话，好，就请李白哥先让他快乐。那如果他想生女儿，其实这个我都说过了。那他如果想要知道最原始的配方，他可以问彭佳慧。因为这是唐家会跟我分享的原始的配方，这是一种药吗？反正他们开心就好，顺其自然，好不好？不要逼人家，也没有一定要生啊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也让我就是觉得有点伤脑筋，你知道吗？头好痛，头好痛。来，现在给我一杯 A B 的水，来来来。
反正因为我们当然这一天对我们而言都很重要，对所有的歌迷朋友都非常的期待，然后每年大家都很期待这个日子，但是因为 这件事也不是我们三个人说了算，对，所以现在还就是对，就是有卡住这样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公开的一起做什么东西这样。啊，不能多说了啊，不多说了，来，我先喝一口。你说什么？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三个人都一定还是会聚在一块，因为这个日子对我们也很重要。所以，不知道，先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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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先这样，好，我们谢谢。